您来今天先请教之以后，您就是我们的新任的教育部长。也是不是首先请您谈谈心里的感觉？我啊，是从那个奉命到教育部去服务啊，我自己觉得比较惶恐。就是我以往啊，是受教，一直在受教育，而在教育行政方面可以说是没有经验。那么这次奉命到那个教育部去服务啊，给我一位啊，给那个教育界服务啊，我觉得实际上一面是非常荣幸，一面是自己觉得是那个责任很重大，我是不晓得能够够不够。所以因此很惶恐。对，今后我们教育部应该怎么做？您心里有没有一个方向？关于教育方面，我在行政院过去那四年半之中啊，对于那个院长到底这个施政方针啊，我是参与的。在这个62年的施政方针里边呢，有十一点有关于教育方面。那么这个十一点的那个施政教育施政。就是我今后努力的目标啊，像九年公民教育，我们要同时加强。那么是师资，我们也要那个投资，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海外那个学人，我们要楼子。那么科学教育，我们也应当这个今后要继续那个发展。那么还有那个青年就业的辅导，这些啊都是我们要努力去做。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恭喜您。